谢你。我呾有2300万人，过生日拢用鸡卵糕，所以起来一年呾我有2300万的鸡卵糕。但是鸡卵糕唔堪要食，上惊就伫咧运送的过程中无小心摔歹。好来，加油哦！听讲故乡有一个人创造一个了不起的鸡卵糕，这个鸡卵糕煞袂歹，甚至摆落手也袂垃圾。伊原料真天然，用伊的鸡卵糕来过生日，绝对妥当。而且还会带来健康，让你皮肤白泡泡，还幼咪咪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鸡卵糕外形真水，水到让人不敢吃，但是某人吃过一嘴，就泪流满面。哎，敢只有这么感动？我是在上韩国。这个鸡卵糕真侪用途，会当洗衫、洗手、洗面、洗身躯。阿娘话，阿你叫伊真太过。错啊，错惨了啦！哎呀，这串巧克力，奖金，大概是咱上流行的，妈呀！哇！大，你怎么给他吃下去的？这个不能吃了。李佳敏，因为这是妈妈的奶奶。哎，刚刚谁？是哪位？哎，姐姐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哇，哦，有一个芳菲嘞，而且这个环境袂歹，阳光普照，哦，迄厝的感觉，搁一种低调，互人感觉足舒服的。相信迄个鸡卵糕应该是最辣手的啦。Hello， 赵旭。哎，葛老师。Hello。安尼，哎，你这个环境袂歹。哎，对。鸡卵糕我传出来，我吃一下。你先坐一下，我等一下过来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受赞你啦！哎呦，传蛋糕先去传，搁传巧克力、奖品，啊，甲这咱上流行的玛卡龙。哇，哦，够香的啦！我给咱先吃巧克力了。哇！哎，大，你怎么给他吃下去了？嗯？你怎么吃下去？啊，无啦，啊，我就想讲你无闲，我先吃巧克力啊。你有没有觉得因为他怪怪的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刚刚谁？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叶杰啊！这个哥哥不是大哥，哥哥，我对上了。这个是香皂。香皂？被骗了吧？它是那型啊，味道也是一样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所以这个都骗人的。不是骗人的，我只是想要，我只是想让大家生活来点不一样的。要稍微搓一下，搓一下就好不好？对。哎、欸，我嘞。对。而且真正跟他用真正的巧克力来搞，你看那色不同款啊。对。不奇怪。巧克力本身去做的，还有巧克力的香味。巧克力的味道，不奇怪。哦，真正嘞，那巧克力的香味嘞。好像真的把巧克力拿来洗手，香皂的芬芳带着巧克力的香气，里面还真的有放松露巧克力。格子老师，没事干嘛把香皂做那么多伪装，做得比真的还像真的，不小心吃了还会嘴巴冒泡，还好还有正常的香皂可以洗洗手。洗起来的感觉就跟那个刚才那种是巧克力啊，还是那个姜饼那个都完全不一样。对。嗯。哇，胖胖啊你！哦，赞！哇塞塞塞塞！哇，刷过来啦！哎、欸，老师，嗯，这真正较特别无同嘞。我看哦，只乌乌，白泡泡又咪咪，我皮肤变瘦，因为老师你讲者，有没有啥？有。规个安尼有无？真正哦，吼，规感动着。这到底用什么材质做的？会够特别无同吗？哦，当然这个不一样，是用这个东西做的。哦，这乌灵灵赞，我评论啊。哎、欸，那皮够皮薄嘞！哎、欸，这让他吃牛奶棒，让他吃，让你吃。这个不能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妈妈的奶奶。你讲啥？这是母乳啦。母乳哦、喔。对。所以，你讲这香皂母乳做的？对。你的吗？不是。不是哦、喔。不是。不是母乳啊！真的，这真的是妈妈做出来。那我叫囡仔吃，就来做香皂。啊，就是因为有那种母乳过剩的妈妈。那你不把它取出来，宝宝会没有牛奶喝。那这个就是过期的，我就会鼓励他们拿来做香皂。哦，就是假的对吧？对，多的假，假不完呢，所以给他做香皂。是，我这条我是两回，对，我这条我是爸爸家的。
好啦，今天这样好用。嗯。好啦，我最近冬天的皮肤较焦，啊，只个红红的看，啊，搁一挂条啊，细细的看下好。拜拜。主持节目这么久，第一次在外面洗脸。对，而且是洗抹布。哦，送衣服啦！哎，我是跟他真正的。对对对。哦，水嫩，还是一帮姐。哎，真正，这现在就衣服，而且。我会觉得，因为有时候拿肥皂啊、洗手啊、香皂，会觉得涩涩的。对。但是真的是咕溜咕溜的感觉。对对对。所以真的也可以整个拿来洗全身都是 OK 的。对，因为小宝宝的皮肤又最细致，所以用这个东西来给他洗，从里面到外面都是妈妈的爱。看起来正常的香皂，里面是正港纯天然的母爱，淋母乳对囡仔上好，摕来洗身躯对皮肤也好。格子老师注重环保，材料拢有在地天然的。伊讲安尼对人好，对地球也好。唔知个人够香皂是安怎变出来？哎、欸，所以它真的不会垂下来，就像你刚才讲，就有点硬，又不会太硬的。对对对，刚刚好。是要让奶油有流下来的感觉。欸、所以像如果软软去洗，应该就没有了。对，我们这个做好之后还摆上一个月，一个月之后它才能够用。哦，一个月哦，嗯、是要整个让它。硬掉才可以用。这个呢，因为它需要有一个熟成的时间，冷制香皂它需要一个熟成的时间。今天我们把这个了，现在画一个那个高斯的图案上，这个帽子这么大顶。你怎么给你爸爸戴绿帽了？啊，不是啦，还不是。为什么会想来找格子老师学这个？因为每次上他部落格看他的那个画面的时候，都肚子饿。今天啊，就看起来真的好好吃，对。那你有没有一开始看到部落格没不知道它是香皂的时候，有想要定下来吃？有啊，我们本来要定下午茶。下午茶哎、欸，喝下午茶哦、喔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你来这几趟，然后做的感觉是怎样？大概来了两三次。是。那每次都会学不一样。哦，这位大哥厉害啊，手怎么那么巧？大哥这里走了吗？对对对，刚刚做的。啊，老师本身是在做。我本身在补习班教这个高中物理，还有国中的理化。嗯，来，里面有一个是真的。真的吗？你就吃吧。黑的人体还不套 HK， 我直接跟你讲，来看一下看一下，以你那个教学十几年的经验，应该是。可是每个都是巧克力的味道啊！小心哦！感觉上是这个。真的呀，你咬咬看。应该是这个没错。厉害！完全没有谁的、啊，老师你看这里哎，哦，哎，真的巧克力，这今天呢、啊？那、啊、你怎么看出来？说真的，在大概看得出这个色泽啦。那如果说这个食物呢，其实不会那么讲究美感啦。嗯。那其实用闻的呢，其实这个其实闻不太出来。是。但是呢，食物呢，它着重在这个口感。嗯。所以呢它不重视外表。是是，所以我的挑选原则其实非常简单，挑最丑那个就是真的了。哦，厉害，果然是老师。老师果然考不倒啦，香皂闻起来芬芳美丽，让紧绷的心情舒展开来。格子老师逃避原本上班的压力，意外在手工香皂里找到一片小天地，在网络上公开做法，还因此出书《造型香皂加添生活乐趣》。今天是格子老师儿子的生日，你没看过用香皂庆生吧？生日快乐！耶！那老师，你这样来这边教吗？那、你已经把你的功夫都弄嘎嘎出去了，那女生怕什么样哦？其实我觉得创造力呢是在脑袋里，脑袋里的东西把它付诸执行才是好玩的地方，所以其实我不担心分享这件事情。其实你越做想法会越多，那透过教学，其实学员也给我帮助很多。格子老师逃离紧张的环境，意外开创芬芳的天地，纾解工作压力，也让生活中多了变化与乐趣。生命何必匆忙，小小香皂带来悠闲步调的片刻幸福。格子老师不藏私，大方分享，教学相长，
让手工香皂绽放更多芬芳。时间在走，我的脚步踏实地探索，世界在变，台湾的脚步不曾停歇。我是台湾好青年蔡昌宪，写下一页在台湾的故事。